大家好，我是画材 3A 的萧连凯，然后这是我第三次来录音社开自然之唱，然后这次开的歌是理想混蛋的《不是因为天气晴才爱你》，那是因为我在8个月前遇到一个对我来说生命中很重要的人，然后希望这首歌送给他。那就开始。